好，回到相机视角啦，有没有觉得一切变得很高清？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我不应该修，确实就是修的价钱也蛮贵，但是因为买全新的也是要比修的价格再多个8000块台币左右，也是一笔钱，所以我想说算了，还是先修好了，反正就是这样，我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相机，不会再让它就是坏掉。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个巴斯克蛋糕，现在的时间其实已经晚上的10:30了，可是因为我看食谱，它说要冰6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明天再来做会来不及，所以我决定今天就来做冰冰箱，这样明天我就可以吃简了。单，我已经去超市买回来了，大概就是这个 cream cheese，在英国叫做 soft cheese，然后这个是动物性鲜奶油 whipping cream，他们叫 double cream，然后鸡蛋跟低筋面粉，但是因为我买不到低筋面粉，所以我就买一个普通的面粉，希望还是可以很好吃。那我们就来做做看。
大家早安，我刚刚早上在上线上的课，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内我就要出门去上线下的课了，所以我要赶快来吃点午餐，然后换衣服化妆。对，那今天的午餐呢是昨天做的巴斯克蛋糕，但我觉得我好像失败了，你看这上面这太黑了吧，完全焦掉，我不能吃了。然后呢，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买那个专门的烘焙的模具，然后我是用平底锅，所以它那个锅太大了，然后我的 cheesecake 的料就太扁了，所以导致就是烘烤的太久，然后上面就是整个焦掉。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吃吃看，然后再做一个改良。大家都说巴斯克蛋糕超好做，结果还被我做一个就是大失败，我要笑死。然后刚刚你没有看到我的锅煮奶茶，我先来喝喝看这个奶茶。我用的茶包是 Yorkshire 的，它那个英国茶的品牌，它是那个查尔斯王子认证的茶哦，所以其实还不错。让我来喝喝看。大家有看到我把那个红茶的水弄到最最最少，这样牛奶才可以加超多，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喝奶茶是奶味控的人，但我现在突然间觉得好像红茶不够，再来加一点好了。我刚刚只有倒一半，因为我怕茶味太重。我现在 all in 看看。嗯，好像两包刚刚好。嗯，超好喝。那我就来试试看我的那个巴斯克乳酪蛋糕。嗯。我好像也没做过别人吃，不是，我好像也没吃过别人做的巴斯克，所以我不太确定巴斯克的口感应该要是怎么样。不过我现在的这个的口感呢，就是有点像重乳酪，嗯，然后，嗯，其实那烤焦的焦香味还蛮香的。也不会太甜，只是口感上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柔软。我觉得可能是我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关系。其实这上面黑黑焦掉的那个味道很香哎，其实我怕我致癌，所以还是先挑掉好。短剪还是真的蛮好吃的。嗯嗯，最近大家在家都可以做奶茶配巴斯克蛋糕。好，我现在只有五分钟的化妆时间，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超级尽快。哇，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变这么赶，幸好我就是化妆快速王，所以现在时间是21分，我一定要在30分内踏出这里。跟大家展现一下，现在没有两倍速，现在就是非常快的我的一倍速。天哪，我时间掌控能力真的很差哎。今天就不假睫毛跟画眼线了，然后差不多就这样，还是画一下眼线。好，今天的妆容完成，花的时间4分钟，现在25分。好，我要赶快收拾包出门了。
call me wide-eyed, simple-minded. I've been blinded. I'm on a merry-go-round. I got this fever, baby, going through my body. I feel like shaking the ground. Call me lovesick, like I bother. There's no other. I'd beg, borrow, and steal. I wanna do right by you. Can't you see I'm hurting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Oh, 'cause my heart breaks. Oh, baby, baby, please. I'm begging on my knees. Won't you listen? My hands shake. A shiver down my spine. Tightrope, baby, step by step I wonder if only you'd understand. 'Cause my heart breaks. Oh, baby, baby, please. I'm begging on my knees. Won't you listen? My hands shake. A shiver down my spine. It happens every time. Can't you see that my heart takes? Shiver down my spine. It happens every time. Can't you see that my heart breaks? Oh, baby, baby, please. I'm begging on my knees. Won't you listen? My hands shake. A shiver down my spine.就是蛮辣的咖喱，因为我们两个都吃很辣，所以现在只要等白饭微波就吃饭。不喜欢吃，好烫，超烫，刚煮好。所以你加了什么料？你加了红萝卜、洋葱、松板猪、松板猪。松板猪是那时候去韩超买的那个。如何？好吃，而且我喜欢它很辣。辣粉是我最后的小关键。很好吃。今天是我要去学校的一天，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都有规定要去上课，就是进教室的话都要去做快筛检测，所以今天就带着你们跟我一起去快筛，那我们差不多就要出门了， Go Go！
结果我还没做到那个检测，所以就先来吃个午餐，因为他们现在中午时间休息。然后我们来吃的又是拉面店。刚从学校回来了，然后我决定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在 H Mart 买的东西。它是一个韩国的超市，然后我就是为了，主要是为了买那个上次说很好喝的醋饼。等等有可能还要出门，所以我先来简短的开箱一下。我是跟 Judy 一起凑，所以可能有些东西不是我的，那我就会跳过。我买的东西非常的少与简单。首先是这个微波饭，就是三个，这是我家里一定要囤货，因为煮饭有时候要比较久的时间，然后我可能突然间想吃什么，可是就是偏偏刚好没有饭，我就会用微波饭。哎，这包是哪来的？它是辣鸡汤，就春川炒辣鸡的那个辣鸡汤，我们没有人买这个，还是它是正品。首先我买了一罐这个梅子酱的浓缩，反正也是醋的一种，就可以直接喝。然后呢还买了姜姜，这是没喝过的口味，这是石榴口味。最后一罐呢就是补货，之前觉得超级好喝，也是本次下单的主要选手，葡萄醋。没错，就是这样，超级无聊开箱到此结束。那我等一下有可能会去跟 Judy 会面，会去Covent Garden 那边吃晚餐，跟很多同学还在考虑要不要去，然后也有可能会去他的宿舍开一个开箱，因为他最近就是搬到暑期的宿舍，所以那边没有其他的室友，所以就比较方便可以拍影片。然后我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英国宿舍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先让我思考一下，然后等等再带你们出门。家啦，就诚如我之前说，我只要喝一点点酒脸就会红，所以我是现在完全没有问题，只是
就是会脸红。然后我现在因为喝完酒，我就想要吃一点东西，你们会不会这样？然后我一般会想要吃辛拉面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好像 too heavy， 所以我就决定来蒸一个芝麻包子来吃，顺便跟你们炫耀一下我新买的小玩意儿，就是它小蒸笼，我来操作给你们看。要来吃我的芝麻包子，它是益美的芝麻包子，大家在台湾也都可以买到。只是我觉得那个蒸锅很酷耶，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只要放水进去就 OK 了。而且最开心的是，我那个东西是买二手的，所以我那个蒸锅其实只花了3磅，也就是台币120左右，超划算。其实很普通啊，超普通的芝麻包子，只是因为在这边能吃到就很开心。然后今天也是我去上课，然后难得跟朋友去 social 的一天，就是系上同学，因为之前都是线上上课，现在好不容易是线上线下一起，然后大家就会比较努力约出去。然后今天还吃了顶泰丰，对，反正今天就是一个蛮开心的一天。然后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